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红果果亲子游戏，这里有五款我们评论好的冰雪奇缘积木，有艾莎与安娜，还有雪宝。今天呢，汪汪队一个大功天天又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冰雪奇缘积木，他是谁呢？哇，是艾莎公主耶。包装里面有6到12块积木，这是组装好之后的艾莎积木形态，共有6款积木。这里有我们拼装好的5款，加上这一块我们就集齐了所有6款积木。这里还有一张艾莎与安娜，还有雪宝，一张图案。现在我们打开包装，看看积木。这张卡片，卡片上面的艾莎与包装上面的艾莎都是一样的，这张画都是一样。包装里面是积木，把包装拆开，积木取出来哦，开始拼装。这里可以动哦，它的身体可以弯曲。左转胳膊，左转它头上的这个蝴蝶结，是一个紫色的蝴蝶结。再组装这块大积木，这像是一个珊瑚。这块积木上面呢，有一朵红花图案。后面还有2朵红色的花朵。
阿莎公主组装结实点，然后把它组装在这一块大块心形积木上面。瞧一瞧，这是艾莎公主。她的身旁有两朵红色的花朵呢。哇，好漂亮的艾莎公主。这款积木我们就组装好了。看看包装，对比一下，这是包装上面的花朵是戴在头上的哦。我们的这个积木，它的花朵是设计在头发后面的，所以这款积木到这里我们就组装成功了。我们集齐了六款冰雪奇缘积木，这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。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更多的视频，记得订阅哦，我们每天有更新，拜拜。